还有，在最后那高音要整一下，从这走，马叉条，马，从下去，对，马，从后头上去，攀岩，从这马马，从后边又是山重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要从这马，从这马不上去怎么办？从这边走，哎马。舌头、喉头，舌头都不参与，喉头都不参与。来，听好。
要走这儿，对，走后边。面，哎，走后边，妈来，我这个要怎么走后边好？首先要把气吸到后面，从这儿吸，吸到后面，不要把前头废气了拆除掉，气不在前面。老师就是用意念，对，用意念，就用意念，就像一个壁虎从这儿开始爬，一直上，就是不走面。不要像喝醉酒吐酒那个样子，知道？顺着喝醉酒，一年，非常好。大家听，免你百姓。不要音量哈，再卡我就卡你音量。好，早来，免你百姓。你是发音啊，免来，你百姓。不够。你是发语高音，来，再高，再响，你从一直出声，我听着容易爽，来，再出，你好像发不出来，王哥来一个，你。往上扬。
声喇叭，扬声器不能叫闭声器，也不能压抑的抑，抑声器是扬声器，扬起，咩咩，喇叭口是这样，不能这样缩起来啊，啊咩，再来一次，哎，好多了，对，张开嘴，咩，都可以动，好，再来，你出这个声音。正好上对着第八度啊，再高，再高，就这样开着走，来，听好，豪哥，好，有扣的感觉哈，有扣的感觉，不能扣啊，大家看扣，哇，这个地方吊桥，我现在非常欣慰的发现了。台湾也在彰化也盖了一个吊桥，就是说在两分钟之内可以把桥面提到七十度，在两分钟之内，我们叫着咩，把前头这个嘴咩，不要把头弯下去，咩，不要弯这个，不要机关不要倒了，要把这个抬起来，咩，把这个吊桥打开，底下轮船要过去了，打烟囱要不然卡到了，抬，轮船来了，抬，轮船从这过去，咩，您再出一个。对了，好多了。好，幸好再出一个，打开前面，打开天窗。买那个带天窗的车，好不好？多贵个两三万没关系。背两个氧气瓶来，在这儿背，在这里，浅海的，靠海吃饭的要在这儿，一共背到这里，这下不去了，这浮起来要背到后边。阿咩，我们是蓝宝天尼、法拉利、保时捷，我们的发动机在后边，我们发动机在后行李箱，打开是 V12、V8， 6000cc、5000cc 的这种车，最起码也3600cc 这种。阿咩，在后边来试试看，在最后一个咪。延续不要加声音，就这个就有假声的成分了哈，就是要假声，真假声的结合就是高音。所以有时候你看我听我唱歌，好像我们装得很傲慢的样子，因为别人出来错的声音，我怎么去表扬他？我拍拍手就好了。你要是来了论真格的还不得了了，我不能说他好，那能害人家了，对不对？吸毒好不好？好吸，直接打海洛因哈草干嘛？有这样讲话的吗？不行。不能饮鸩止渴。好，五啊，五，鞠。阿弥，阿弥，弥，阿弥，弥。得先慢慢找到这个音，不要加大，就是不要加大啊，永远没有渐强啊。是弥，不是要靠气量，是收。收气，找到这个声音，马上收气，听见没有？你来一次，唱最高音，我看你扯着嗓子最高多少高来？再高一点。就这声音延续了，不要用蛮力啊，就延续没。
就这样，唱歌简单的很，对吧？不要大声说。哎，这就很好了，这可能一辈子也没出过这么高的声音，知道吧？你不要以为大声就是高音，错了啊，搞错了啊，来吧，妈妈妈，想想，哎妈，你看我入到管子，你看我把声音收了，你没发现我音量变小了，有没有？妈。练鱼竿的上边这一节，你不能拿这一节去钓鱼吧？这个是底座，真正钓鱼那个是非常敏感，在上面很细很细一点，像牙签那么细，啪就钓着了，知道吧？是吗？唱歌就记着鱼竿的最底下那一节最粗的，和想着最上面的第十节最细的，像牙签那么细的那个节，那个碳素纤维，记着啊，唱歌只记着最粗的这一根，你要拿它去挑它。钓那鱼的是，哎妈！这个杆最上头那个杆是最轻，你不要去想中间那几根杆，你就像最上头那个梢和底下那个根，记清楚了没有？是妈，就是发音的点、发音的位置和我们的底气，想着气和声。好，五点半，你就慢慢看着变成什么了，就是它没有到哪为止，它就有。没有一百块。啊，你。